看看吧，看看我的木房子，这是我从山上采来的，纯野生的，比美国的好吃。谢谢。这些东西都多少年了呀，您怎么还留着呢？北京这两年变化也太快了，过来路上都快不认识了。对，现在北京的高楼比洛杉矶还要多。上一次你们回来不还没这个孩子呢吗？陈金葛同志啊，我们给你从美国带了礼物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这些呀，是给您这老同志特意挑的。叶丫头，这都什么稀奇古怪的？现在美国老头都这么戴，你试试。你看，多精神呀！还有这个，汤姆·克鲁斯都戴这个。怎么样？太帅了！啊，就非常非常好。丫头，我穿这些能出门？当然能出门了。我心中的硬汉啊，就该是这个样子。老同志，你的改变才刚开始。今天我做饭，吃什么？嗯。你慢慢考虑，我房间呢？不帮我扛行李吗？哎，好。陈金葛同志，以后别再叫我野丫头了。就管你叫野丫头。什么意思啊？Jen，我们都说好了，一来你要叫他爸爸。Jen。你和你妈妈小时候一个样，像个小野兔子。你不管我叫老爷吗？你真酷。中国话说的挺好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家。那我是谁啊？那你应该管我叫什么？陈金葛。你比我酷。妈妈说你是法西斯秦始皇。
Lucy， 看，这是妈妈，这是姥爷、姥姥。这王真种，这个是谁呀？这个，这是妈妈小时候。这两个都跟这个是谁呀？你小时候怎么长得这个样子啊？除了舞蹈学院。我哪都不去。春瑶，听你爸的吧，都是为了你好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一点都不喜欢老爷，你晓得他是美伯吗？我知道您和陈妮有些隔阂，但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。真的，如果没有她，我们的公司早就完蛋了。她非常非常出色，所以我希望您能……尊重她的选择。我尊重他不当军人，尊重他跑到美国去，尊重他找了个外国人，哼，连我的小孙女儿都成了外国人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希望啊。其实陈令心里面一直有您和妈妈。妈妈去世之后，她开始告诉我很多过去的事情。您当然都知道，她小的时候她非常爱跳舞，她希望她长大的时候能成为舞蹈家，但这个梦要实现的时候，她爸爸没有支持，要和他断绝父女关系，他很绝望。不考军校，你就别回这个家。哎，有功了。哎，快，快快快，快拿上我！哎，被查看的，快！对，哎，收获不小。那今儿晚上就吃这个。偏僻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其实我还觉得挺好的，哪儿都有这个泥土味道。但是，这个地方也有不好的一方面。挺荒凉的，买东西不太方便。
来，给你用这个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我先放这儿，因为我想练练用筷子。看这个，我也要用这个。嗯。啊，陈金哥递给你。Lucy， 你是不是应该说谢谢？谢谢。谢谢老爷。Lucy，Lucy， 哎，行，那你继续用筷子吧。哎，你不要说他嘛，他又不是在中国长大的。爸爸，谢谢您的理解。什么理解不理解的？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你怎么去要求孩子？我就知道不该带你回来。你还没完了，他是第一次回国嘛？啊，对，应该说是第一次出国，嗯，反正都一样。要不是你妈妈五周年的忌日，可能你们还不会回来吧？您跟我们一起回美国吧。爸爸，其实我们觉得您一个人住在这儿有点孤单。美国也有这种地方，所以我们打算租一个大房子在美国，那样的话我们都可以住在一起。而且美国看病生活都很方便，您去了就知道了。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来接你的。戴维，你父母亲的身体都还好吧？还挺好的，血糖血压有点高，但是都是那种小问题。哦，我听陈宁在电话里跟我说，你们现在在做什么贸易？什么出口？到底是什么生意啊？啊，不是贸易，是叫金融。我们跟银行、证券、电子商务公司打交道。哦，哎，干这行的，是不是有很多诈骗犯？我们俩就是诈骗犯。对了，我们这次回来呢，主要是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我们的诈骗要扩大到亚洲范围，北京市重点地区。我们会在北京开几天会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们想等妈妈的纪念日过完了之后，把你带回美国。嗯，你们的生意做到北京来了？不是生意。啊，金融。金融，美国也有金融危机吧？美国也有穷人，还有乞丐，嗯，有抢劫犯，也有杀人犯。啊，对了，还有种族歧视。我要是真的去了美国啊，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我那些老战友们，会怎么看我？哎，陈金哥这个老小子老了，他跑到美国去了，
他们地下有知，我真的是无言以对啊。其实我们也都明白您的意思，但是也不能老活在过去的世界。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挺友好的，我们现在最在乎的是您的身体健康，因为现在您的年龄已经不小了，您有可能需要一个人、两个人照顾你。哎，你说的也对，我的确是老了。这人越老啊，越愿意想起从前的旧事。哎，想起这旧事来，还真的挺有意思。我每天都坐在湖边上，一天想一点儿，一天想一点儿，想起我扛枪打仗，想起我的那些老战友们，想起你的妈妈，也想起你小的时候。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周围怎么这么安静啊，安静的就像房前的湖水一样。我在想啊，等什么时候我把从前的旧事都想完了，我这辈子也就算走到头了。可你们要是硬生生的把我这个老萝卜拔出来挪到美国去，那我就真的走到尽头了。什么萝卜地瓜的，你又没去过美国，你怎么知道就不适合呢？怎么就活不下去呢？非得待在这个破地方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明天你们还都要忙着去诈骗啊，我和露西先睡了。萝卜，不想去美国。Red. I like the blue one. I like the red one. Well, I like the blue one. 别再让我说第三遍，红的 ，OK? Listen. 该吃饭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工期不能再拖了，加药，加双倍，给我加！
再等等吧。我去看看。小顾。看见老爷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家吧。哎，鲁西，啊，让你都弄湿了。来，放下。来，老爷给擦擦手。嗯，嗯，嗯，坐到这儿，看老爷给你做鱼吃。很疼啊，他是不是死了呀？他是不是死了？嗯，他为我们捐躯了。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，2007年以来，我国对美贸易的一个增速在不断的放缓。那作为中国的企业，该注意什么呢？一次贷危机、进出口、人民币汇率，还有就是房地产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到目前的中国的房地产的市场呢，跟美国2004、2005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。如果在未来借款的标准变得过于激进化的话，投机者就会遍布整个市场，这样会形成什么？就是房地产价格的人为的上涨。一旦这些信号全都出现的话，只会形成一种，就是市场泡沫已经开始出现。哎，饿了吧？我冷。冷？我什么时候能好啊？睡一觉就好了。等到我好了，你带我睡觉啊。嗯，带你去划船，带你去钓鱼，啊，睡吧。Thank you.
爸爸觉得还是当军人更好。我不，我不，我就是想当舞蹈家。喂。这两天会议安排的紧，我今天不回来了啊。陆西，我看就。妈妈是不是把我忘了？妈妈是个工作狂，一工作起来什么都顾不上了。我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？这里怎么连一个电视都没有？你们现在肯定都有一个疑问，他接了一个电话，突然跑走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请回答。小露西发烧了，小脸烧得通红，和宁宁小的时候一样。一有病啊，就不停地喊妈妈妈妈，挺可怜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用酒给他降温了，现在已经睡着了。露西，露西，给老爷开门。露西，露西，是妈妈，开门，露西，露西，露西，乖，开门好吗，露西。Helping make you better faster.
可以，但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。我告诉你，你又能帮什么忙呢？我是 Lucy 的爸爸，她病了，我也得去。好，你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哥，咱们俩可是有一阵子没喝酒了，今天咱们好好喝几杯，来，干杯。
当年啊就不该跟你那个闺女啊闹别扭，你看人家闹别扭，人家跑国外去了。你说跳芭蕾舞有什么不好的呢？挺好的吧？老陈啊，你一个人待在这儿不闷得慌啊？啊？我看你啊都带傻了吧？过两天啊咱们部队开联谊会，你得去啊。岁数大了，老了，不凑那个热闹了。你说这话我就不高兴了啊！三年都没去部队了吧？我一看你那几个人就不顺眼。当年什么仗没打过，什么苦没吃过，现在他们倒好，哼，哪像个军人呢？我不去是眼不见心不烦。那就是个别现象。整个部队是不错的，好的风气，好的传统，正在恢复啊！哎哎，拖拖拖拖拖拖，哎哎，走你！哎哎，好好。老陈啊，有一个人你想见不见啊？杨娟啊，当年调离部队的时候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呢。后来啊他跟当地驻军的一个军官结婚了，前两年那个军官去世了，我去参加了追悼会，杨娟谈的最多的就是你。老陈啊，你要是不去那可要去跟人家约会了。哎，老李，老李，老李，哎，老李，谁别救他，老抻头，老抻头。害我们！陈屯也是你叫的。嘿，你，哎，阿切！你呀也太较真了。这个事儿呢，跟你没有多大关系，是吧？这个命令呢是你下的，这点不假。但是他呢，顶多是一个事故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哎，就是，这要没这档子事儿啊，这个咱们老班长和杨娟啊，那个小孙子啊，哎，跟小露西这么大了都。嗯，可不是嘛。嗯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杨娟是谁呀？杨娟，是你姥爷年轻的时候初恋情人。啊？什么初恋情人？下回别来了。哎，你看，说翻就翻。哎，你看，你让我来的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喝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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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一起，不跟这老头喝，说翻就翻。你说不喝就不喝，那不喝。我看你喝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跟你喝不喝？你打你了，你把我呀弄在水里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啊，下回你再说错话，我还把你弄水里去。你看，那我就抱着你一块下河。
这一块块砖石上，长城有多长啊？是岁月风尘。毛主席是谁呀？他们在静默中回味着少为人知的故事。In roughly 2 weeks, it shouldn't be a problem. 很高兴我们的合作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谢谢。你工作做得挺好的，但你不像一个女人。你好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好。你刚说什么 ？You are perfect as usual. Thank you.葬在山岗，插上一朵野菊。我的祖国，我的祖国，今夕何呀？有朝一日，带我去看看万里山河。战友们，今又重阳，别来无恙。战地黄花依旧香，祖国一切安好。你妈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跳舞，小磨破了也忍着不说，看起来是挺乖的，其实她一点都不乖，还和男同学打架呢。哎，那时候我就一心想让他考军校，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。家里什么也没有。嗯，你呀，和你妈妈小时候一样，一点耐性都没有。你像小野兔子一样，这鱼都让你吓跑了。
Come on, Lucy. Yeah. Hey. Wow. Okay. 你站这儿啊！哎，给我。好，你跟老爷先上去啊。 你们等很久了吧？没多久。今天可是收获不小，我们庆贺一下。爸，你要说什么，丫头？没什么。 看来你应该在家里多待一待。爸爸，我看到毛主席了。 我还吃了万里长城，万里长城有一万里这么长，这么长啊！哇，太酷了！咱们今天来的个一醉方休。一醉方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酒都喝干。 神飞机，来，您真是个老顽固。你说什么呢？您是个老饭桶。David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说错了，哎，您是个老饭桶。 不不不，老顽童。对，老爷是老顽童，我是小顽童。算了，你还是管我叫老顽固吧。啊，哎，咱们今天全家干一杯，干一杯。来，我也要干杯。你也喝。 小峰不能喝酒啊！我给你倒着。来，干杯！主席，跟老爷干杯！干杯！主席。 是妈的忌日了，等过完了忌日，我们就得回国了。我和 David 还是觉得您应该跟我们一起回美国。美国我是不会去的，我哪儿也不去。老爷，你不是美国，我也不是美国。 这次，您必须得听我的，跟我们一起去美国，没得商量，您必须得跟我一起去。我为什么就必须听你的？从小到大，我都是听您的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当然应该听我的。那从小到大，你听过我的吗？我越不让你干什么，你越去做，啊？你我做什么了？ 什么都要听你的安排，我想学跳舞，你让我学了吗？你有问过我想做什么吗？永远只为你自己着想，你就是那么自私。Jenny， 闭嘴。
改变的。也许，但是你不能强迫他。David，我不是在强迫他，我是在改变他。秦哥，我的家人就拜托你了，一定要让我的孩子也成为一名军人。老郭，朱英，丫头从美国回来看你们来了，一家三口都来了，还给我带了些礼物，你看，靴子、围巾，还有这眼镜。他非让我把他买这些东西都让我武装上，说这样看像美国的什么电影明星。小孙女也说我酷。老郭，你可别嫉妒我呀！啊，我知道这些东西啊，本来是应该穿戴到你身上的。哎，丫头这次回来是想让我跟她一起去美国，你说我去不去啊？今天你们一家总算团圆了。娘娘，你以后可不能不管我叫爸爸，这是我最害怕的。
谢谢你对宁宁的宽容和容忍，这一点我自愧不如。他倔强，有时甚至是蛮横，这一点太像当年的我了。从小我就把他当成了我的兵，我忽略了他的感受，刺伤了他。其实我应该跟您说一个对不起。我也考虑过离婚，因为我觉得他老感觉不到我对他的爱，或者不在乎。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知鱼之乐，焉知鱼之痛啊！If you haven't walked a mile in somebody's shoes, you don't know who they are. 我恨你，我恨你一辈子。下了狠心的，因为这也是你爸爸的遗愿。可你既没有成为一个军人，也没有成为一个舞蹈家，你心里怨恨我是应该的。看来我错了，我这一生就是弥补了一个愧疚，又欠下了另一个愧疚。我说的你明白吗？我懂。我之所以不敢去见他，就是因为我让他痛苦了大半辈子。他心里怨恨我也是应该的。不，爸，对不起，您去找他吧。不要为了我和妈妈再错过这一次了。你要是错过了，我会内疚一辈子。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任性了，爸，对不起。为了我和妈妈，付出了这么多。
现在该我为他做点什么了。老陈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杨娟她赶飞机走了。
他是林中的精灵，他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惊喜。他脸上的泪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。他永远是爸爸心中那只神勇的野兔子。像从一出生就被某种力量牵引着，它加快着你的脚步，快起来的惯性让你无法停留。想要把过去看得清楚些，却发现满是深邃与凝重。时光四边，我似陀螺，它将你赶向无边的去处。回首的一瞬间，他就在身后凝望着你，我不禁头层层而泪潸潸。我从未觉得自己老了，这个世界就好像是昨天一样，一切还是那么清清楚楚，历历在目，如晨曦霞光，万丈光芒，似清澈湖水波澜荡漾，飞走的白鹭会落在我的心里。想你的时候，我就朝着那个方向看，看着看着，你就出现了。闲谈，有
听见你的哭泣在耳旁，不知不觉过去多少